你以为我是个女的，其实我是个男的。你以为我是个男的，我长这样，你错了。接下来，我把美颜给你关了。啊，大家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啊！我们这个就是说，让你看清楚，就是可能很多人通过各方面的联系方式加上你，通过照片、通过视频，把自己伪装成一个美女，跟你实施就是谈恋爱的关系啊，对你实施那个就是发红包啊之类的，什么骗取你的钱财。我希望大家看到我的这一系列操作，希望你立刻停止你的网恋行为，请尽快确认好对方的身份信息，不要一面都没有见过，然后你就怎么样，对吧？接下来我给陈警官展示一下。Oh, no. 然后这就是关了美颜的样子，你以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我，你错了。现在我再给大家还一下，可能很多人还是一脸的懵，说为什么这么漂亮一个小姐突然就变成这样了。然后好，我再给他们还一下，然后再露出我的真实面目到底长什么样。戴上美颜，哎，这样，然后我再加上一点女孩子的动作，天哪，是不是瞬间就变成了完完全全不一样的一个人。好，接下来我就露出我真面目，我把我的这些假发什么的去掉，特效全部去掉，好吗？就是这样。现在我把这个头发给拿下来，你现在看到这个我不是真正的我，你也不知道我长啥样，直到我摘下这个东西的时候，你才能知道其实我是长这样。Oh my god!